当今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是通往未来的密码，投资银行业在公司业务和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。全由男人管理已成为过去，现在有一批财经界巾帼在投资银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。其中一位成功者奈纳拉尔吉德维是印度最知名的交易商。Best known deal maker. Okay. So perfect. So by and large, it looks interesting. 作为 JM 摩根斯坦利的副总裁，奈纳被《财富》杂志评为亚洲最权威的商业女性之一。奈娜是怎样进入这种竞争激烈的投资银行业的呢？我总是被办公室的天地所吸引。当我还是孩子时，我经常偷偷溜进我父亲的办公室。对我来说，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充满了诱惑。真的，通过我父亲和他周围的同事，我逐渐了解了公司的世界。我想，进入公司领域的想法当时就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。这个领域是允许妇女加入的。当时妇女进入银行业的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出现，在印度虽然少见，但也有一些。所以我选择公司领域是合乎逻辑的。你知道，当时我父亲是从事保险业的，是他引导我进入了财经和银行领域，所以我和我父亲在职业上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当奈娜还是孩子时，她就有了非常高的人生目标。她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好，并把她的父亲作为她的人生目标。我想大概从她13岁那年起，她已经非常明确她的人生路程了，并做出明确的决定。没有什么能让她改变愿望，那就是学习 MBA 课程，然后进入财经领域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，他不会退而求其次，因为他是个好学生。不仅仅在学习上是这样，实际上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学校他擅长各种体育运动，并且加入校队，他也擅长于业余戏剧写作、辩论。无论他做什么都有一种精神气质，任何事情他都想做得非常优秀。我想如果他做不到，那只是不愿意。我想对我而言，大学从学术上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刺激，于是我换到了我感兴趣的经济学专业。但是学习的时间非常的短，你并不需要整天学习。大学对所有的学生来说呢，只是为了通过考试，所以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刻苦的学习。为了使自己觉得充实，在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习演讲和辩论。当我完成第一年学业时，大学的政治生活需要我加入到竞选的行列里，这完全是出于偶然。我本来没有这种计划，但是我的学长们都非常支持我作为候选人，并且强行把我推举了上去。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新鲜。你知道，站在学校食堂的桌子上用印地语和英语进行演讲时，甚至还会被喝倒彩，但最后证明这都是值得的。大学毕业后，奈娜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MBA， 在那里她积累并大大丰富了阅历。那是一个让人很有紧迫感的课程，我喜欢它是因为它使我的每一天都非常充实。在美国，你同一群很聪明的人在一起，之间互相影响，感觉非常兴奋。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，并在一起讨论学习和寻找快乐。我想教育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在这儿有更多的参与性，你不会觉得无聊。我真的看到了他在这两年里的变化。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当时
我知道他在做这些事情，并做得非常的好。在取得一连串的成就后，奈娜在国际市场上变得很抢手，有很多诱人的机会在召唤着她。但是奈娜经过慎重考虑回到了印度。我非常清楚自己想回印度，当然绝对不会有人为了印度而雇我，但我见了花旗银行在那儿的工作人员，明确告诉他们我想回印度。他们非常快地做出了决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没超过十天我得到了他们雇佣我的通知，这对于我来说太快了。实际上我想先回国看一下印度的公司，然后再决定什么时候加入。我获得了在美国面试的经验，我想知道我能否得到美国的工作。事实上我收到了好几份聘任书。嘿，你知道，在那时如果我愿意，我能加入到美国社会的主流阶层之中，这一点让我很高兴。但回印度纯属我个人的选择。对奈娜来说，印度是她最想待的地方。她意识到国家放宽了开放政策，虽然实际上的进程只是开始于1991年，也就是在她返回印度的第九年，她渴望成为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员。在美国哈佛商业学院完成注册会计师学业后，奈娜对投资银行业的兴趣开始变得更加明确。这一行在金融领域里是非常有创造性的，我甚至相信它是最富有创造性的。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帮助公司，像我主要是帮助中型或大型，偶尔也有小公司，使他们明确自己的金融需求。我们并不满足于只做顾问，我们亲自操作我们给客户建议的方案，这将增加他们的收入。方案可能是针对国际市场的，可能是针对国内市场的，也可能是通过重组资产和债务，可能通过合并或收购。有时建议他们出售一个分部，有时又建议买进一个，以及以何种价格和最有效的处理方案。当国内市场开放，并且我们不再把我们自己和全球市场、全球公司隔离后，投资银行业变成了基本行业，那就是他们真正的功能。投资银行家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证券交易，而这些全都由投资银行家们完成。当时的印度只有三四个公司从事大规模银行投资，奈娜加入了最大的一个，那就是格林莱斯银行。在那时，投资银行业是非常狭隘的领域，首要目标只是在商业银行上增加公司的资金。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复杂的公司的合并和吞并，我想由于高风险使他选择了这个领域。当你寻求的交易并成功地得到它时，更多的交易就会过来了。在格林莱斯的银行投资业工作获得成功后，奈娜又被要求做银行日常业务，她接受挑战并且获得了成功。奈娜的专长是在投资银行业，他加入了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巨头摩根斯坦利公司，并成为印度分公司负责人。我觉得对银行的前程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，因为他绝对是作为公司总裁的材料。但对他来说，他更喜欢在投资银行业。他的名字能记录在这项世界的领域里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这个区域对他来说也非常适合他。从个人前程来看，我觉得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当然，我的观点希望他越来越好。在我印象里，奈伊娜拥有了所有银行家所拥有的才能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必须做得更多，因为当时掌管这种领域的全是男性。我确信，我有四个下属以前从没与妇女共事过，起初这是个问题，但当你和他们进行了几次交流后，你便知道你建立了一种合作的基础。我相信印度在这方面比一些西方国家好得多。最简单的原因是，公司同事之间有很多差异。作为女人，你确实是特殊的，但是又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因为在印度，不会有西方那种一群酒友星期天去同一个乡村俱乐部，星期四又到处闲逛的情况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工作和生活，没有那么一种总体上的分野，显示男人们的想法都相近，而女人们与他们不同。每个人都是一个内部千差万别的群体中的一员，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大优势。我想它代表了我们活力的形象。整个工业，至少是电话通讯和信息工程，比以前变得更有活力了。它能处理好与年轻执行者们的关系，在我印象里，它就像一个伟大的外交官，他懂得如何管理好委托人。Really, where he was coming from, I didn't sense that it was looking for an engagement deeper than that. Naina 是非常明智的人，她有正确的道德观、政治观。我们是朋友，我没有感觉到我只是为杰埃摩根斯坦利公司工作那么简单，因为他和我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，他从来不会犹豫，通过电话告诉委托人，你们应该这样做，或你们应该和我们谈一下等等。他对自己在会计管理领域没有什么信心，但他确信他能和他想要做生意的人做成生意，同时不破坏个人友谊。我想在事业的道路上，如果你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，就是说人们就是冲着你的能力而来的，那么你是男是女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我想事实上人们会拒绝会见一些男性客户，因为这些男性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。所以说事业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性别，而在于专业能力、业内信誉和良好的客户关系。和他做生意感觉非常轻松，因为他非常正直，他非常诚实地面对和他交往的人，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当他发现两方之间有裂痕时，他也能处理得非常的好。他现在是公司的副主席，他会出现在有关交易的任何紧急会议上。在你提交作品之前，他会检查所有的提交作品，然后他会告诉你一些意见，我们再修改一下，但他不会字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提交作品。也许我想我们和他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是女人。你知道，了解一个人并进一步和他做生意，有时是需要直觉的，直觉告诉你别人在想什么。我想这使你工作时会占有一种优势，因为影响做生意的因素太多了。了解一个人不仅需要面对面的交谈，你必须了解他的心理、他的精神。我想他作为女性在这方面是占有优势的。
在我的一生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谁像他一样工作。我实在理解不了一些人每天早晨5:30起床，从6点到9点一直在打电话，然后去工作，直到晚上8点回来以后又坐到电话机旁，真的对工作非常严谨。这种工作对男人来说就是时间问题，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少了，如果时间多一些我们会感觉更好。我们偶尔也一起出去旅游，我想我们需要一些假日，比如说爬山啊、郊游之类的，这也是同孩子们一起分享时光的最好机会。所以大部分的节假日我们都尽量会去做去这些地方。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设计假日计划，虽然假日计划经常被取消，但假日的期待总是带来无限的快乐。他对音乐非常感兴趣，但他没有时间去欣赏他喜欢的音乐，他还喜欢戏剧电影，我不知道他能否追求到他所有感兴趣的东西。奈娜的丰富的经验被不同的组织、媒体和政府采用，她的主意和建议不仅仅在投资银行业上，在经济上也是一流的。真的，像她这样拥有技术和能力，并加上严谨的观察力，才获得了成功。她的目标就是把机构运行得更好。这里拥有非常巨大的挑战，因为整个过程都牵连着政治，我们需要国际资金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，只靠印度自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我们需要的基建设施的，除非私有化得到发展，这样就会出现许多大型企业。今天有很多公司承接基建工程，我们已不用为国家的需求而吸引资金了。如果政府想从银行投资业获得真正的利润，必须尽早开始打开大门，让世界其他地方的公司进来进行投资。我想这是所有印度公司所希望的。如果说今天他们能看到一个社会现象，那就是经济的自由化是必要的。从公司的前身来看，不仅仅评论是重要的，投资银行家在经济领域也有着其重要的角色。从发展中到发达模式，从限制到自由模式，这些就是印度要走的一条道路。我相信风险是非常大的，如果我们不允许一些公司私有化的话，这些公司就不得不关闭，因为他们吸引不到资金，由于资金的减少，公司就得不到发展，结果公司就开始收缩，缺乏竞争力，最后失去市场的位置。像政府管理的国营企业，如果这些企业不尽快转变成私有制的话，我想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，其中的一些企业就会亏损，也许还可能在印度公司的地图上消失。我想解决失业问题比转变工作类型更有意义。私营企业和战略伙伴进入商业，这有助于解决以上的问题。我想在印度，新技术潮流以及长途通讯和电讯新科技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将会是在技术上确保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发展农村电讯业务。
使科技发展在农村得以体现。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，使商业和商业组织进入农村，看到他们不断的发展，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我们的挑战将是在电信和能源方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哪里需要我们就会去哪里。奈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今天的印度已经注定要改变了。印度经济逐渐趋于外向型，而国际投资商也开始注意印度。作为一名处于前列的投资银行家，奈娜将在印度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我想，在国际市场，没有一个人运作不需要投资银行家。无论你想申请控告，无论你想申请破产或 IPO， 都必须依靠投资银行家。